斑驳的窗，昏暗灰色也无妨。受伤那又怎样，有谁不是哭着上场。一生为不尽但转身在床，腾空气浮出上翻身一掌，我是谁谁是我无我了我，在天地之间闪耀光芒。少年心不可留，热血滚烫，翻手云覆属于我们善良。造化就彼岸桥，枯槐飘荡，谁在雨中疯狂熠熠发我们身处的世界之外，是广袤的宇宙，有无数神秘的生命在那里繁衍，我们称其为天外之天。太古时代，为了阻止这些天外来客的入侵，十大圣皇联手打造了太虚盾，由我太上道代为守护，巡视宇宙，监察天下。凌云，有关未来你已经看了几百万次了，这次又看到了什么？这个世界129600年为一纪元，如今120000年过去了，旧的世界即将毁灭，新的纪元即将开启。你不会又要说什么凡人的纪元了吧？原初心是我们的，也是凡人的，但最终还是凡人的，那将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全新纪元。你这么说真让我伤心，难道未来的主角不是我吗？是谁给你的自信？又来，太虚盾越来越不稳定了。天道封魔剑，这妖后倒有点像太古妖王空。
正好，凌霄宝殿还缺一根柱子。哥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执行任务。你确定要下凡？拯救这个世界的答案就在人世间。未来指引我必须这么去做。你骗我，你明明就是想嫁人了。让我看看这红玄机，这么大脑袋啊，以后你们生了孩子也得是大头啊。你怎么能随便进我房间？我是哥哥，也就是家长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还会害你不成？几万年来这个永恒国都是我来打理，你还有脸说你是家长？孟玄机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为了个野男人你就不要哥哥了？好好说话，不然我再也不理你。我这不是留了个小丫头陪你？去吧，如果他对你不好，我就杀了他。再见了，哥哥。冰云，大劫将至，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我已经不是太上道的圣女了。可你曾经是太虚遁的守护者。冰云，我需要宇宙二经，你知道的。宇宙二经掌握时空法则，是太上道最核心的秘，只有哥哥能窥其全部。孟神机，他从来就不喜欢我们这些凡人。他也许活得太久了，忘了自己也曾是一个凡人。太上忘情，冰云，你究竟要怎样才肯帮我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，可能你选的道路不一定是对的。破碎虚空，登临彼岸，这是太古圣皇们都不曾实现的大道，怎么可能是错的？难道像孟神机一样固步自封就是对的？又吵。唉，有可能你们都错了。我太难了。小宝怎么了？没关系，爹爹再给你做一把。爹爹，你说人们想事情是用脑袋还是用心？自然是用脑袋了。这把剑坏了，我越想越不舒服，可为什么我的心很难受？不应该是脑袋难受吗？伤心嘛，自然是心难受啊。心又不会思考，为什么会难受？你要是再不吃饭，就该肚肚难受了。对对对，吃完饭再想，不吃饱啊，哪有力气去想这么高深的问题啊？嗯，来。叔，今天不去皇家藏书库吗？哼，你以为杨盘真的会把大禅寺三部无上秘典给我观摩吗？公主慎言，那可是当今圣上啊。哎，瞧你胆子小得跟芝麻似的，真顶我银沙王的脸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娘，道是谁生的呀？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独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
可以为天下母，故称为道。天机，这是天机，是谁竟能做出此等经文？陛下，孟冰云还是不答应。太上道原初星的守护者，凡人眼中的神，还是那么高高在上，不过是众生的狱卒罢了。太宗皇帝，朕的祖父，因为违反了太上道的禁令修习法术，被梦神机抹杀。高宗皇帝，朕的父亲，也是违反了太上道的规矩，我连给他收尸都来不及。规矩再大，也大不过道理。他这样做，无理。你呀你，谁要是跟你讲道理，那就等着吃亏吧。哼，谁让这个才是最大的道理。好了，去看我们的大船吧。道始于一，一而不生，故分为阴阳，阴阳合而万物生。九霄雷法，小丫头，韩萧子是你什么人？你认识我师尊？这个老不休，当年找我问道的时候，怎么没提过自己收了这么个水灵灵的小弟子？你就是太上道那位圣女，晚辈失礼了。这20年来，你我禁止修习术法，灭天下门派无数，只为了修复这造化方舟。你说这算不算得上这天下一等一的好船？造化道人那老疯子说，纪元大劫将至，只有造化方舟才能送我们到达彼岸。可惜现在船倒是造好了，航行图还没有到手。宇宙二经，你说此等重宝，这梦神机是不是上茅厕都得带着呀？陛下无需多言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孟冰云是你的妻子，你想办法拦住她。前辈方才那段经文道尽了天地宇宙治理，不知叫什么名字。什么前辈，把人都喊老了，叫姐姐吧。这经文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多半是未来不知道哪个无聊的人写的吧。切，姐姐能看到未来？你也能看到。真好看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一片红光，宇宙的深处有一只眼睛，还有你这个小鬼头。小宝，你看姐姐看到你了呢，不跟漂亮姐姐打个招呼吗？我把海中银沙转世，这是从我本体上取下的肋骨所致，是一件本命法宝，就送给小宝了。这是你俩的因果机缘。
中秋佳节，月圆之夜，永恒国度，诸位可有兴致与朕会猎于天穹之上？图什么？好疯狂，不过我喜欢。尊贵的陛下，灭掉太上道对我精元神庙有什么好处？我大前只要宇宙二经，其余分文不取，全都给你们，够不够？可以。陛下圣明。有命证也得有命花才行。好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谁自己技不如人死在里头，可别怨天尤人。赵师妹今天到我方仙道是找我叙旧呢，还是有正事要的？怎么，师妹找师兄来讨杯茶水喝，还得编个理由不成？那倒是不必，当今天下道门凋零，也只有我这方仙道和你大罗派硕果仅存了，本来就该多走动走动。哼，都怪这太上道，成天压在人头上，我等修习术法之人稍有不慎就触犯天条被他们轰杀。师兄，你说这合理吗？人家压着我们已经十万年了，也不差这一两日，在世人看来这很合理，是你们大楼派不甘心，觉得不合理。哼，玉京城那位也觉得不合理。有梦神机在，一切就合理。如果他不在了呢？赵师妹，你对孟冰云的敌意天下谁人不知，不过你要对他动手，玄机不会生气吗？哼，那个贱人成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不像我，我只会替哥哥着想，玄机哥哥是谦谦君子，这种阿杂事当然是入不了他的眼的。他只要别过头去不看就好。娘，宇宙二经讲的是什么呀？是时间和空间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规矩。可是爹说规矩大不过道理，那你岂不是打不过他？你爹自然是打不过我的。娘果然是最厉害的，但道理未必打不过规矩。不过道理之上还有什么呢？什么才是比道理更大的？比道理更大的当然是大道理了。姨姨好。哎呀，小宝又给姐姐出难题了。这孩子也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，真让人头疼。我们小宝这么聪明，可是玄机哥哥的福气呢。今日中秋家宴，玄机请了不少宾客吧？劳烦妹妹带我招呼一二了。姐姐哪儿的话，你和玄机哥哥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哦，对了，适才宫中来人给小宝带了皇帝的赏赐，玄机哥哥让我带他去谢恩。那就一起过去吧。方仙道的萧仙人来了，想拜见姐姐。姐姐还是先去后花园吧。那就有劳妹妹了。姐姐太客气了。小宝，皇帝赏了你好多好玩的，要不要跟姨姨去看看？今日
朕带着世间万民向你这伪神宣战。蝼蚁们，好大的胆子。杨盘，你可知罪？孟神机，既然见了朕，为何不跪？不过是只大一点的蝼蚁罢了。我本以为，经过你父亲的事情，你会学乖一点。不止我父亲，其实还有我爷爷，我杨家穷三代之力。就是为了这一天。愚蠢！帝王修术法者，死！哼！孟神机，世间不需要你这个伪神。诸位，屠神！萧道长远来，失迎了。小道，见过圣女。客人还没到，怎么就喝成这样？如果原初心内只有一条路可走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同行？玄机，未来不会只有一种可能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都是错的？错误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。你们的错误加起来，也许就是正确的开端。哎，原来在你眼中，我仍然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。我是不是这样想的？你比谁都清楚，今晚不是家宴吗？我不想。小宝呢？这件事你不要插手，你自己说的，你已经不是太上道的圣女了。小宝呢？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不想让你牵扯进来，才让人带走了小宝。你让我将来怎么跟小宝说？是他爹利用他娘设下圈套，杀死了他舅舅，然后他娘就站在旁边看着。洪玄机，在你心里我不过是用来算计孟神机的棋子罢了。不是的，冰云，不要！我花了无数岁月窥视未来，可恶的蝼蚁！造化道，我早该想到的。都给我毁灭了！开藏暗华天星大法印，
阻止了无数种可怕的未来，一次又一次，永无休止，就是为了避免这一刻。但是这一刻还是到来了。这说明老天都要你们死。娘，你们准备很久，哼，演得很卖力吗？哼，圣女大人得罪了。洪玄机，他是你儿子。事已至此，我已经无法回头了。冰云，我也不想让小宝受到任何伤害，只要你留在此地，此剑事了，我随你责罚。洪玄机，你真的认为凭你们几个就能拦得住我？玄机哥哥，我们和太上道已是不死不休了，还跟他啰嗦什么？这是我和他的事，旁人少插嘴。冰云，收手吧。还护着他。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在御京城动手？他是你我的儿子，此事自然与他有关。洪玄机，你混蛋！快点解开这阵法，放了小宝。他在防护阵中很安全，不让他作为阵眼，如何困得住你？冰云，你当神仙太久了，论人心鬼欲，怎么可能斗得过我们？放弃吧，我会向你证明，我才是对的。没想到，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人间尽是负心汉。师妹，这次我们可捅了马蜂窝了。那个贱人，我一定要让他死。师兄，你的那些炮仗呢？炮仗？
住了。神的时代结束了。红玄机，你个人渣！神罡五雷！小宝呢？放心，他没事。小宝，别怕。娘，娘，小宝不怕，你快好起来。娘，我和宁沙姐姐不会让坏人再伤害你了。你这孩子太懂事了，银沙不能连累你，你快回公主府吧。可是。宁沙姐姐，她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有缘再见，娘。这下你满意了？哎，事情本不该如此的。我们十年相伴。没想到你还是选择背叛我。小宝，来，爹爹抱。娘。我终于看到第三种可能。小宝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叫红毅。红毅。我会把红毅的记忆封印，你就当没有这个孩子，放过他吧。娘。冰云，我怎么会害我们的儿子呢？也不要难为银沙，他与此事无关。她是公主，只要她不生事端，我自然没有道理难为她。那就好。大劫将至，只希望你们的选择不要让这个世界加速灭亡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带着大家脱离永劫，登临彼岸。冰云，我
拭目以待。孩子，娘，娘我对不起你。孩子，娘不能陪你，后面的路靠你自己了。娘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我能从你身上感受到他的气息？前辈，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与前辈并不相识。没错，就是你，都是因为你。真的该有多好。是时候该出发了。娘，过了今年我就能参加安科了，我一定要得中，为您挣名分。娘，这几年委屈您了。阿弥陀佛，洪施主，大雪封山还来守坟孝顺。老师父叨扰了，我一是给母亲守坟，二是想借居准备出春恩科。哦，原来已经到了科考的年纪了呀。洪施主，那就西厢房住下吧。天冷，老衲给你备些炭火。多谢师父。这是山中的夜宵，百年老萧成木魅，笑声庇火朝中起。笑声庇火朝中起，你年纪不大，却是个雅人哦。啊，你是人是鬼？你猜猜看。这世上有的是比鬼还可怕的人，我乃读书人，平生没做亏心事，此来是给母亲扫墓。如果你是风流女鬼，想找书生一夜春宵，那你是找错人了。如果你有冤屈，既然相遇就是有缘，我会帮你申诉。你不要刚正天定，刚正天定。你真有趣。
开个玩笑吧，我是元妃，可不是鬼。你看，我有影子。你的气血是热的，果然不是鬼，难道是隐居深山的剑仙侠客一流？读书人不是不与怪力乱神吗？诧异，存大义，明六合，知妖鬼，达神明，此为格物，格物方能致知。读书人说的真好，我从旁边路过便听见你在吟诗，不过正好我想给亲戚家的小孩找个老师，酬金一月10两赤金，你去不去？这可是十足赤金，只有皇宫才有，难道我可以先付定金，如何呀？传道授业也要看我教不教得了，我得先见见弟子。那就走吧。现在真是闻所未闻。姐姐，又来了一位书生吗？这次不会又想跑了吧？真香啊。小桑，今天贵人到来，不要失了礼数。大哥哥是读书人，才不会怪我呢。这就是你的弟子了，如何？等等，你说他们是你家亲戚的小孩，那你也是？哦，哎，昔日有猛虎雄狮听圣贤讲经，由此可知，禽兽也有好道明理之心。先生何必惊讶？先生所言极是，弘毅受教了。弘毅，有趣。云飞姑娘，可否为我讲讲修炼之事？那你答不答应做他们的老师？让飞禽走兽明白道理，是圣贤才做的事情。我虽然没有资格，但愿意勉强一试。我得考考你，请指教。你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大？有人认为命数最大，有人认为权力最大，有人认为道理最大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些都不是最大的，一切定数都有极限，唯有变化才是永恒。变化，变化，变化，原来如此。洪先生此言解了元妃心中最大的困惑，在此谢过先生了。事关修行，元妃愿为先生解惑。多谢元妃先生。我可当不起你的先生，你我就以友人相称吧。我得回去了，徒劳。洪先生是可以信赖的人，你帮他整理书籍吧。喂喂，藏经、华严经，怎么都是佛经？我们一族本来居住于中州大禅寺附近，大禅寺被洪太师剿灭，这些藏书被我们带了出来。我听说这两部书是大前王朝开国之时，集合天下高手和大能之士所著。可惜被禁了。为什么？这还不明白？他是个人就能修行呗。那元妃姑娘的意思，你可以看看这两部书。明白了。读书人可不能手无缚鸡之力，武学最终乃坚固肉身，超脱生死。时间如苦海，肉身如渡海之法，
若肉身坚强，才能再忍，直达苦海彼岸。一哥哥，练武呢，需要师父手把手带你入门。你一个读书人，不好好考科举，练武做什么？我为了娘吃药，贱婢不配吃药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如果我能考中进士，在立下战功，我母亲就能封君。到时候，全府上下都得给他的灵位磕头。好可怜，难怪这大雪天的，你要跑到山里来读书。好怪我天天在府里受欺负。可惜，我还没有修成人身，不会人类的武术。对了，你可以先修仙术。天下修炼之法无数，可分两大类。宝塔观想出窍法。一是以修炼神魂为主，称为仙术；二是以修炼肉身为主，称为武术。仙术的修炼其实就是修自身念头，可分十大境界：定神、出窍。大道至简，那些道士偏偏要搞这么复杂，应该是糊弄人的。你现在啥也不是，竟敢质疑老师？定神就是静心嘛，我是读书人，当然有办法。臭牛！登上宝塔，一跃而出。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，就感觉像是有东西要从天灵盖蹦出来。原来那就是神魂啊！原来神魂就是一股无形无质的念头啊！太好玩了！读书人都是天才吗？算了，我还是看淡一些吧。就算是出窍了，仍旧没有什么自我保护的能力，要等到去无之后才会有。难怪
书里说肉身是渡过古海的宝筏，原来神魂离了肉身，就像是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大海，如此恐怖。刚学会出窍就想夜游，你咋不上天呢？要不是我经验丰富，你刚才就魂飞魄散了。我猜肯定有保护神魂的办法，这本书里故意没写。存了恶毒的意思是要修炼的人去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切，我读书这么多年，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作者的心理。你想呀，朝廷禁止民间修炼，但也知道无法彻底禁绝此书，所以一定会在书里暗藏狠毒的机关。你再出窍试试，这是檀香，能保护神魂，不怕风把神魂吹散。难怪庙宇里的神都喜欢香火。你刚才怎么不拿出来啊？这都怪你自己，我哪里知道你这么快就能出窍？我当年可是足足练了3个月呢。太阳出来了，白天出窍游荡，就等于在大风大浪来临之时离船下海游泳。快快起吧。小时候，母亲总是嘱咐我要好好读书，读书才能明理，所以我才能领悟宝塔观想法。嗯，难怪元妃姐姐要我们读书呢。可惜大雪封山，猎物难寻啊。再不出来走走都要憋死了。你们只是出来走走，这山中的飞禽走兽可都要遭殃了。由此一探，足见公主心性仁厚。怎么办怎么办，红衣哥哥，这小傲犬可凶了，是我们一族的天敌。我出去把他们引开，你们想办法挖些陷阱，我们见机行事。有趣的事情吗？前几天皇上寿宴，问众嫔妃天下什么最大。元妃娘娘说了什么？她说这世间道理最大。这世间唯有道理最大，而道理有时却又大不过变化。獒犬发现猎物了。冲上就走，别惊动了猎物，分头保生。全崽子们给老子冲啊。这獒犬怎么死在了路上？哎呀，去前面看看不就知道了。
容易有危险，我的能力只能幻化迷惑敌人，并不能给敌人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啊。府中读书备考吗？怎么在这里？今日是娘的忌日，我来扫墓。你们这是？哟，怎么在这荒郊野岭啊？哦，对了，他是剑级，进不了宗祠，难怪难怪。红贵，嘴上积点德吧，他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兄长。早就听说武温侯府上有一位不习武只读书的奇人，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。红毅兄弟，景某有礼了。小公爷，庶子而已，不用跟他多礼。我们练活去，别坏了今日兴致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去追那些狐狸吧。想不到他都长这么大了。且慢，各位可是要去猎狐？在下在山中多日，见那些纯狐颇有灵性，与人畜亦无害，还请诸位放过他们。果然如同传闻一般，是个怪人，竟然为这些畜生求情。也罢，正好昨日父皇出了考题。要是答得好，也不是不能商量。请郡主出题。今日未谈，心已乱。下句应该如何？此心源自不由人。好诗，如诗中所言，若是人心能由自己，岂不就是神仙中人了？确实有几分才气。好，那本郡主今日就不和你计较了。走，我们猎狐去。且慢，郡主，各位，此事不妥。且听我一言，红毅，郡主都饶了你冲撞之罪了，你可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方敖犬，可恨我未曾习武，连这些小狐狸都救不下来。酒香，好酒，喝了咱的酒，身体强壮，少犯愁。喝了咱的酒，一人赶走青沙狗。喝了咱的酒，见了皇帝不磕头。是他啊，有点意思。什么人？真是冲天的豪气。鬼仙附体的手段，谁给我显身出来？要我显身，你们还差了。要洪玄机、杨拓这两位武圣来还差不多，剑法还能看，可是还不够。是哪位前辈在此？可知道晚辈一行的身份？你姓杨吧？回去告诉杨拓，我白子月迟早会找他一分高下。叫他等着。白子月，白渊王，八大妖仙，惹不起，走，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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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科考了，早点回府，别结交错了人。叫。晚辈弘毅，带着西山一族，谢前辈相助。元妃跟我提过你，能为这些小狐狸出头，你很不错。别叫前辈了，叫白大哥就行。拿去，这是我几十年陈酿的猴儿酒。那在下就确实不恭了。好酒，歌也是好歌，我也有诗一首。
正当送给白大哥这样的人物。长剑横久矣，高冠浮悬穷，独步盛名世，四海称英雄。好，今日你我以诗歌下酒，痛快痛快。你这兄弟我白子月认下了，走吧，进屋了。白大哥请。白大哥，你本事好，能不能教我习武修道？红衣以后要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，以保护这些弱小的生命。这有何难，不过你是那人的子嗣，竟然没有人教你习武修道。好吧，人之神念为魂，人之形体为魄，一性一命需要武道双修才行，想必这些你是知道的吧。这与读书人的君子六艺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既要陶冶性情，也要强壮体魄，方能有所建树。这还不够，逃不出时间和空间的制约，便依旧不能登临彼岸。登临彼岸？这彼岸在哪里？能问出这些问题，可见你有素慧。所谓彼岸，有人说彼岸方为永恒，也有人说彼岸有大苦。所以这些玄妙之法当真是不可考啊。白大哥，小弟还未入门呢。好，不好高骛远，甚好。不过有些事你还是要知道一下，毕竟你是内人的儿子。相传这大禅寺有三部经书，过去经为修炼神魂的无上秘诀，现世经是成就人仙的无上武道秘籍，未来经最为神秘，可推演未知，把握未来。三经合一，便有通向彼岸之法。你父亲和皇帝剿灭了大禅寺，这三经说不准就落在了他们手中。要是有机缘，你可以搜寻一二，要是能找到，那可就是天大的造化。天下论修炼，筋、骨、肉、皮的武功，莫过于大禅寺的牛魔大力拳、骨魔练骨拳。牛魔大力拳共三式，每一式都有100种变化，练成后全身有一牛之力，可敌数十人，堪称武士。练拳不得药，伤病周身绕。来喝酒。啊，这酒能疗伤？这酒能给你打下自练的基础。你们要走了？白先生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要搬到很远的圆秃国去。这是元妃姐姐送你的书。你们要去圆秃国？红衣哥哥，我好舍不得你。小桑，你跟随元妃已久，神魂已达躯物，虽然法术一般，但正是要入世修炼的时候，就不必去圆秃国了，留下来帮助红衣修炼吧。真的吗？法术一般这句可以不用说的。红衣兄弟，虎魔练骨拳是练骨的无上秘诀，应该是在大前皇室手中，如果有机会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得到，继续修炼。我先告辞了。白大哥保重。保重。啊，快过年了，那岂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？你可别到处乱跑，否则被人抓去剥皮，知道不？易少爷，侯爷回来了，叫你过去。哦，我这就去。这是禁书，若让我父亲知道了，藏好了，千万别乱跑。红衣，我有话问你。来春就是恩科了，你可准备好了？禀父亲，恩科所设一应经术，孩儿已熟记，每日诵读，未曾懈怠。我怎么听说你前日去了西山，还与永春郡主、银沙公主和小李国公一行人冲突起来了？
一定是红鬼告状。好大的威压，这就是无声的力量。我现在也修习了武道，不可与之相抗，免得被看出端倪。父亲教训的是，孩儿前去给母亲扫墓，偶遇几位贵人，但只是交流了诗词，并未发生冲突。孩儿以后会更加谦恭谨慎，请父亲恕罪。知道就好，切记，诗词乃是小道，经术道理才是学问的根本。冲撞了贵人，本该依据家法打你二十棍子的，念在恩科在即，此次就暂时记下了，若是再犯定要严惩。谢父亲大人恩典，孩儿谨记。今日未谈心已乱，此心源自不由人。娘的忌日他果然还是忘了吗？这诗词虽然不是正规经义，却能看出你的文思，若是日后入朝为官，倒是个不错的门帖。你今年年纪不小了，恩科之后有什么打算？父亲大人，我想学弓马武艺。想当个莽夫吗？此事休要再提。吴总管，带他到账房支100两银子，让他备战恩科。是。不要再分心出去游手好闲了，听清楚了吗？是。去吧。为何如此坚持不让我习武？难道是怕我将来获得军功，给娘贞告命？不过等我中了举人，就可以离府独居了，倒是海阔凭鱼跃，这洪府的规矩还能奈我何？过去经。过去经，竟然藏在这本武经之中，这是何等的机缘奇缘！若保身而心不乱，才是读书人本色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真作假，假作真，好强大的幻想，幸亏及时抽身，不然就沉醉进去了，危险万分。再试一次。心无挂碍，无忧恐怖。破除心魔，小桑完全是个孩子，这时候把过去经的事告诉他，怕是会害了他。听说父亲给了弘毅100两银子的嘉奖，是不是父亲开始重视他了？哼，一个贱籍的儿子，凭什么？
等宗学开学的时候，找个由头狠狠揍他一顿，让他不能参加恩科。哎，有道理啊。我可听见了。这就是白大哥提及的虎魔练骨拳，原来他也在练，看看能不能偷师过来。啊，竟让他练到了血气阳刚之力，长见识了。啊，不好，夜游竟已成，秦远就先回去吧。什么人胆敢闯我侯府？无声道、玄夜、真空道、玄真，来要你的命！就凭你们？啊！神魂驱雾，如此小道也敢来杀我？你休要得意，原图百家的白子月已经到了雨京，要跟你交手。他要和我斗，哼，还差了不少。无声父母，真空下乡。末将来迟，请侯爷责罚。刺客已被本侯击杀。嗯，都退下吧。罢了，被我权益伤了，毙灭无疑。小桑，小桑，红衣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头好疼，心跳难受。红衣哥哥，你这是伤了神魂，这可不像肉体受伤，可以医药治疗。神魂一旦受损，就会失魂落魄，恐怕不出十天，你就油尽灯枯死了。要不，我去找元妃姐姐。哎，你这会儿出去有危险，我先自己试试，实在不行，明日你再去找元妃。好吧。有不舒服一定告诉我。当代书道大家都写不出。读书啊，书里啥都有。你的神魂修复了？男儿欲遂平生志，勤向窗前读六经。原来读书这么厉害，我也要读。神魂无形无质，一旦受伤很难痊愈，所以有了它，我等于多了一双眼睛。哼，等晚上我再去偷学虎魔练骨拳。
好香啊！这苏和香酒虽然比不上白大哥的琼浆，但用来调理身体确实不错。嗯。哎呀，天天憋在屋里，烦死了！人家都胖了。好，我们去逛街。出门在外，记得自己是个坏主，别让人发现。嗯。好多好吃的，拿好啊！好嘞，我给你拿着，行了吧？客官，里面请。想要哪种弓啊？这把如何？最适合读书人了。哇，四弓金漆画弧，挂在书房中，既情趣又风雅。兄台，可否让再下一关？啊，哼，看来这牛魔大力拳名不虚传啊。太软。哟，给我拿一把，不错，60斤的立木牛角蚕丝弓。好射意，就是这把了。对了，剑在哪儿？客官，楼上请。粗鲁。你们这儿可有谢文刚剑？小号有天梯文刚、冰裂文刚、菊花文刚，血文刚没听过啊。这位公子，又见面了。原来是红兄。在下银沙，不错，还留着这挂件呢。你这围巾不错，看来西山之行大有收获呀。洛公子见笑了，他竟然能看破小桑的幻术伪装，看来也是有传承秘密之人，要格外小心了。可惜这家店号称玉京城第一，竟然连血纹钢都没有。在下听说血纹钢是得道之人在丹炉中炼出的，想必是仙家之物，普通店铺没有也属正常。说的对。哦，对了，这弓是你刚买的？嗯。60斤，不错，以寻常武夫而言足可以登堂入室了，但还是不够。引弓岂可无扳指，此物你且先拿去，养出300斤气力前，打熬力气，呼吸吐纳都可以用。洪公子，告辞了。哼，这人真是深不可测，深不可测。我也觉得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我的武道修为。这扳指是他？哎，罢了，还是少生事端，抓紧回去吧。哦，有这么好笑吗？主人明明在等他，却要穿出一副偶遇的样子。想来那姓白的肯定要指点他一二，得了功法定要来买兵刃的，随手给点好处也不算犯规吧。主人这么想回护于他，为何只是给个信物却不直接指点于他？他现在处境凶险，如果洪玄机看出来是我在指点他修炼，反而是害了他。这信物虽小，在聪明人手里也可以有大用。嗯，主人这是有多高看他。像他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说是没有高手指点，可没那么容易开窍的。他是姐姐的儿子，姐姐一向算无一策，我做多了反而是画蛇添足了。
十年了。弘毅现在在做什么？准备科考，但他想学武，自己多半也在偷着练。这文武双全是好事，他只要不修道，也不记起那些事，以洪玄机的儿子，将来必定是国之重臣。谢陛下，臣明白。朕本以为融合宇宙二经后，造化方舟便会彻底复原。现在看来，朕想简单了。永恒国度已坠，暗星尚不完整，造化方舟便是唯一的宇宙神器。陛下大可不必心焦。我是担心天外星势力可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。你的心魔化解得怎么样了？要忘掉一个人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啊。忘掉，比起永远记着，更难，也更让人痛心。但天外星势力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了。你已经到了武生境界，你又偷着乱跑。今天过年嘛，你不过年我还是要过的。知道，我给你炖了鸡，有鸡吃就是过年了。不过呢，哼哼，现在只好便宜我咯。哎呀，鸡腿留给我。我喝汤，肉都是你的。哎，我要修炼了，你慢慢吃，不要乱跑哦。小桑，我要去宗学了，你小心点啊。你不要那么婆婆妈妈好不好？我好好待在屋里。那我走了。放心，去你的吧。这香包挺好的，来看一看吧。撤撤
果然，练武会改变人的胆量。本来可以避开，但还是忍不住动手了。玉玉，站住！云贵，你干什么？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骑马受惊了。云贵，你以后要你表弟小心点，万一撞伤了路人传出去，败坏侯府门风。放屁！敢在咱面前耍嘴皮！看什么？还不上！你们要以奴欺主？走，去告状！叶少爷，大夫人叫你回府。我今天约了朋友去侯府做客，等我朋友到了再回府给大夫人请安。朋友？侯府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。一般人？这是他的信物，你们看看。姐姐，侯爷交代弘毅不许练武，他还偷练，显然是想给孟冰云争名分，凌驾姐姐之上。敢违背玄机哥哥的禁令，看来得执行家法了。姐姐英明。来人啊，把弘毅给我带来。禀夫人，弘毅来了。这么快？还有镇南公主也来了。什么？镇南公主？难道她想起之前的事了？姐姐，什么情况？莫慌，赶快出门迎接。臣妾恭迎镇南公主驾到，无需多礼。弘毅怎能跟公主并肩而行？无妨，弘毅是朋友。殿下说笑了。苏文侯府蓝环书屋藏书丰富，一直想去看看，不知可否？荣幸之至，去布置一下。不用了，让弘毅陪着就是了。又是弘毅？怎么，夫人想说什么？公主殿下，当年你是怎么答应陛下的？可不要自误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弘毅，我们去看书。是。灵龟吐息诀，这是基础的吐纳法门。习武重筋骨，修道看吐纳。弘毅，你可以看看。多谢公主。恩科之后，你要尽快离开玉境。为什么？你偷着练武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你修道便会引起很多人的敌意，尤其是你爹。我爹？他怕我修道？为什么？等你看懂了这幅画，答案自然会揭晓。这是你第一次进蓝环书屋，你抓紧体悟吧。啊！日游，悟性还不错。你能看到我的神魂？公主，难道你也是修道之人？进入日游境界后，可以过目不忘。弘毅，不要浪费这次机缘。
主，天黑了，夫人请您赴宴。不必了，我要回府了。是。红毅，就到这儿吧，我先回去了。记得我说的话。嗯。易少爷，请。哦。大夫人说，以后易少爷就住在桂花院，还支了300两银子，供少爷备考。替我多谢夫人。以后就由我来伺候少爷，少爷有什么尽管吩咐。你们去休息吧，我要看会儿书。好。什么伺候？分明是监视，这丫鬟有功夫。嗯，你以后也小心点，他们注意到你了。除了你，我才不跟别人说话。嗯。那小子练的什么武功？还不知道，我看他只练到了筋肉的地步，粗浅得很。你们找机会搜一下他的东西。是。曾嬷嬷，我看那小子不打算在侯府常住，下个月就是科考，估计他想中举后就搬走。想中举？我看他怎么科考。你去吧。是。神魂交锋果然凶险，可惜我不会神魂攻击手段。先唤起自己内心的心魔，然后降服其心，用心魔攻击他人。如果他人抵挡不住，立刻就会沉迷其中，神魂大伤。夜叉王为十八心魔之一，恐怖非常，神通广大。有了，降服其心可谓护法。若我定力够强，一举消灭你那魔头幻象，那你又会怎样？必将魂飞魄散。天地之间本没有魔头，都是人心幻象。可惜，很少有人看得透。唉，禀夫人，此人虽还有气息，
但心神受了重创，怕是以后都无法复原了，听恕老朽无能。哼。夫人，老爷说进宫商量对云盟用兵的事情，今天不回来了。他也是侯府老人了，收拾一下办后事吧。贵客临门，有失远迎，恕罪，恕罪。萧婉然，前日那几个蠢货是你的人？这玄机兄说的哪里话，你我同朝为臣，你修为那么高，我哪敢去捋你的胡须啊。哼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玄机兄吓煞我了，我方先到为皇室炼丹，得了圣泉，方才留下点香火，哪还敢再生出什么想法呀？你最好别被我抓到什么把柄，洪某不介意这世上再少点装神弄鬼之人。玄机兄，你平日都有理，只是这次可是选错了敌手了。哼，玄机兄可知道那家伙可能并没有死。天地不绝，神灵不灭，他恐怕不但没死，现下已经开始重修炼体，只待觉醒了胎中之谜，就可重登人仙之境。之前那笔账，怕是要和你我都清算一番的。哼，已被屠过一次的伪神，有何可怕的？只要他一日不渡雷劫，不成阳神，到头来还是个身死道消的下场。玄机兄的道理，自然是一等一的好，只是这未雨绸缪，却是小道的本分了。好叫玄七兄知晓，这太上道已经重临世间，正在四处寻找梦神机的本体。太上道，没想到死灰也能复燃。谁给我出来，鬼鬼祟祟的。玄七兄还是这样不近人情啊。原来是华圣阁下，你来这玉金观有何事啊？自然是来讨杯茶喝的。且不说太上道，玄机兄，你可听过无声父母，真空家乡这句话？无声道，真空道，去岁祸乱南方的就是这群妖人。不错，这伙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当年大禅寺的传承未来经，从此就妖言惑众。玄机兄，我看此前你说的那些刺客搞不好也是他们派的。华圣阁下，洪某知道了，洪某定会将这些妖人绳之以法。那就拜托玄机兄了。哦，是才无意中听到你们提起太上道。太上道又派来个圣女，小道也是无意之中才得知的。圣女她在哪儿？他们这些人啊，入世渡劫必然是去红尘最盛之处。掩盖的倒是不错，可惜镇纸的方向错了，书柜的锁都插反了，还有我故意留下的那张纸，果然家贼难防。子玉，我的纸用完了，你到松竹轩买上三道回来。好的，
啊，这些讨厌的苍蝇盯着，练功也不好练。哎呀啊！这火木练骨拳，不把筋肉练到大成，果然不能强行练习。罢了，试试灵龟吐息法。身体不强健，这呼吸吐纳也不能乱练。易少爷，镇南公主在三花楼有一个堂会，与玉京第一美女苏木对诗谈玄，特请你去。镇南公主相请，自然是爽约不得的。不过，这京城第一美女又是谁？人没有死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吗？好浓烈的红尘味道。这就是人道之力，与自然之力完全不同。哎，谁那么不长眼，敢挡小爷的路？竟与镇南公主相识，暂且饶你一次。哼，走。侯爷不请自来，苏木有失远迎。待苏木画完眉，就来伺候侯爷。哼，可怜的造物，看得出来你很想模仿他的样子，可惜你不是他。侯爷今日此榻，不知者还为侯爷对我家小姐情深意重呢。陛下宽宏大量，允许太上道延续道统，可惜你们并不珍惜此等好意。既如此，不如本侯今日便替陛下离庭扫穴，灭了你们。侯爷说笑了，灭了太上道，这千万年的因果，你和那杨家天子承受得了吗？他梦神级区区一个守门人，也敢自称代天监察，休要再胡言乱语了。此前你们散出消息，分明是想与我见面。本侯在此，有什么事情快说吧。侯爷果然快人快语，小女子听闻侯爷与小姐育有一子，却从未让他习武修道，敢问侯爷对他有何安排？本侯的家事还容不得外人指挥。此子是小姐的骨肉，根骨定是不凡，更与我太上道有缘。侯爷不如将此子交于我们，好生培养。本侯警告你，此子绝不可修道。太上道若要染指于他，本侯拼上所有，必将灭你道统。所谓因果，本侯一力承担。你越这样说，我倒越要看看这位小公子了。今天可是镇南公主的寿辰，这苏木小姐怎么还不来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太吵了。洪公子，这里好生无聊，快来陪我说说话。
当朝武温侯洪太师之子，洪毅公子。这位是兵部侍郎侯家公子，这位是礼部尚书王家公子，这位是长乐小侯爷。诸位可都是这京城中有名的年轻才俊，全是当朝勋贵后人。你习武修道不久，正好需要磨砺，若是连这些纨绔间的争风吃醋都摆不平，还想有所建树？现在苏木小姐还没来，我看大家也无聊，不如来点小游戏。洪公子有兴趣吗？小侯爷说的是，今日在三花楼这么风雅的地方，自当以文会友。哎，洪公子此言差矣，我大前以武立国，我等平日游戏自然也是搏击骑射。来人啊，准备射艺。来者不善，正好借此机会测试一下修炼的成果。诸位见笑了，那就依小侯爷之言，我们以射艺为公主贺寿。既是比赛，能有点彩头总行。这匹火龙马就当是我的赌注，若是输了就当给公主的寿礼，若是侥幸赢了，不知洪公子能出些什么。连我囊中羞涩也查了吗？不愧是纨绔，这还真难住我了。嗯，此剑名斩杀，比火罗马只贵不低，看弘毅今日也没带什么好东西，不如就以此为彩头。弘毅，你要是输掉这柄剑，就罚你写十首诗来送我。既然是公主的佩剑，今日在下更是势在必得了。多谢公主。小侯爷请。混账东西，谁让你们插手的？洪兄，剑法比试终究是小道，来来来，咱们拳脚上见真章。好俊的身法，再来。好小子，有两下子，看脚。小侯爷，承让了。几位公子，不如另约个地方吧。我这散花楼年久失修，可经不起你们折腾。见过公主，见过各位公子，苏木有礼了。书里说，一笑倚倾城，再笑倾人国。今日一见，却非妄言。啊，怎会有这样的念头？大千如梦转瞬，楼外烟雨纷纷，醒来已非
能忘几分，浮缘似海不解情深。若能颠倒众生，谁愿沉沦？碧海心中刻满心痕，就算碎了肉身，裂了神魂，有几人飞升？天若有情，为何苍山如尘埃？笑看繁华落尽，为达到永恒。与你渡尽苦海，以苍天为证，我为一次生相。有情为何苍生如尘埃，笑看繁华落尽，为